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若有真圣鬼谷子，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京圣教大凡事以八斗道场所有同修代表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悠悠岁月七千年，古德圣人示现在世间。回顾民国七十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开启蓝天的时候，在蓝天门门口有一棵大树，很大的树，枯树了。这棵枯树呢，这个枯树很大，在南天门的门口那里，我看得到上面有七朵白灵芝。我说哎呀，这个是七星七星在水口这七朵莲，七朵莲花，七朵白灵珠，像手这么大，挂在树上长在那里，没有人去采。我们一起开蓝天的有月修开山祖师的洪先生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我看到那个白灵芝很漂亮，修开山祖师的洪师兄，他我上去采，一直被背起来啊。我爬起来，爬一阵仔呢，就跌落呀。爬一段，就跌落呀，跌到这来，将近五六公尺，一股风给他上来，跌下来，爬个头壳都要喘。不相信，就要再爬过去，爬起来到这呢，还又跌落呀。一股不知道什么风上来，气功，哪里来的气功？很奇怪。我静下来请示老祖，这个大树下，大树上啊，有哪一位神圣在这里守着？老祖开示了，骊山老母
烈山肉庙，阿哥你这张旗号家，啊，这代表说七朵灵芝，白灵芝，就七朵莲花，七步莲台，啊，所以骊山老母在这里守着，人家也不会去踩。我那时候说好了，我上去看看，我就爬上去了，七朵白灵珠都被我踩下来，马波红沙火风嘎沙，用江风掌风嘎沙过来，啊，这七朵莲台，啊，开山完毕之后。啊，带回台湾祖师庙，啊，要求金母，修行者就是谢妈妈，他这个是祖师，啊，他说你要的。这将来可以救人，所以我就很高兴了，把这个七朵白灵芝比手掌还大的七朵白灵芝留在中山禅寺。啊，以后呢，众生有时候怪病，谢妈妈就把这个用多少烤烤呢，泡个茶。泡个肉开水，给信徒一喝了，啊，身体就渐渐的好了。那么这个骊山老母，这五母五庙之一，啊，五庙嘞，各有不同。啊，这个瑶池金母，啊，骊山啊，有佛母。啊，一个，瑶池金母，绿度母，啊，还有，玉皇大帝的母。这母亲，好，那也是无声老母。五庙，五母，啊，瑶池金母，啊，在花莲，啊，视线，所以在花莲，这个瑶池金母庙，啊，香火鼎盛，啊，唯独。骊山老母，他在他的庙，啊，在中国大陆西安华山
华山上，骊山老母。那我为什么会在台湾？南天门前的树，那一棵树，在那里守住台湾的平安。这个天意怎么样，我也不晓得。只是说，骊山老母，在71年的7月23结下造了这个缘，到现在来没有再过出现过，唯独有2处的出现，一处在八卦山，云梦山八卦城，要建设八卦城，要对那一。那一座城的土要很多。那时候我在烦恼是，要怎么样来拿土来盖云梦山八卦城？这个八卦城的照片在我们这里有，墙上很大的那个八卦城，骊山老母。他到云梦山，我在打坐的时候，他来了。他说：“你要建设这一个工程非常的困难，但是我可以帮你忙。骊山老母，一个移山，愚公移山。”就是骊山老母的威德利的愚公移山，我终于懂了。我向他磕头，磕3个头，走了。过了几天，在大陆河南郑州这个淇县的地方。我盖了云梦山八卦城，就有贵人来，说愿意帮我们忙，来运一些沙砾石来填平这个八卦圣城，八卦城盖起来了。那是骊山老母她的天威。接着，在我们台湾八卦山一间大学，那一个八卦天心妙莲台，也要填很多的土，主天不挖，我们风水的法则。记住，主天不挖，这那时候我就点着香，供向骊山老母，大陆西安的方向，就。祈祷，恳求骊山老母帮忙。我云梦山八卦城已经填好了，现在换了八卦山，八卦圣城要填八卦天机妙莲台，要填这一些土。骊山老母。他也首肯了，好，我会，画派天兵天将帮你来完成。过了几天，
刚好出现一位以前我高中教出来的学生，在南投，老婆当县议员，就去帮我找法令。那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河边、河里面的河床，挖了起来的土，刚好盖到八卦天君妙莲台，以后你们都会享受到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的基地。所以呢，骊山老母一直喊梨花，还梨花的师傅，移山多害啊，移山倒海啊！终于我印证了骊山老母他的天威啊！再接下来，我就没有再遇到骊山老母啊。若是你们知道他在哪里，请你们打电话给我，我要赶快去朝拜去谢谢。骊山老母在地球上各地都有他的足迹，唯独台湾的足迹，就是我们易经大学八卦圣城的地点是他的足迹，还云梦山八卦城也是他的功德天，这是我们来到世间上，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来遇到天上的贵人，大神来守护着我们。护佑我们，只是由师父来代表，来受纳，这些大神的赐福，这个福呢，也分享给各位同修。那我们现在再进入爱星，三元九运，运，三元九运，运有天机，运有贵人，贵人就主帅、司令、入中，天机就是天神。下降，为人就是贵人，所以每一位皇帝来到世间，都是天一的贵人，天上唯一的贵人来到世间。以他的福报来掌天下。有的人为什么当了皇帝，一上朝就被推翻？
那就是不合天运啊，是人来主宰啊，要谁来当皇帝啊？结果天运不容，违背了天意了。天意的也许只有一代皇帝，二代就不一定是皇帝了。啊，这个是正确的，因为有三元九运，三元九运的九星，星呢就是贵人降凡尘。啊，所以降凡尘有他的天命啊，能够坐稳主帅中央司令。所以入中就是司令，有水来当司令啊，就当总统。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总统皇帝，我们都要给予尊敬，所以才称为天子，天上派下来的孩子。所以西洋啊，耶稣他就是天主天子啊，派下来还真度众生救众生，用他的福报来赐福给天下的人啊。这个也有啊，灵魂界的将帅兵卒的意涵，有如郭子仪下来啊，就为了带回安禄山之变的那一群兵将们，收拾他们的灵性，再回到天上界去。安禄山在天上界，就是郭子仪在天上界的将帅，把他带着一群来到世间。啊，所以安禄山之变，后来姜子牙把安禄山之变降服了，要杀死多少人？啊，这个是天意嘛。所以安禄山之变，按郭子仪啊的因缘，要从天上界来谈起。啊，在民国73年的时候，啊，那老祖有一天突然间开示了，还有一位女菩萨在家修行了，有一天一大早跑来找我，哦，话在讲什么我也听不懂，哦，很急很急，还要老祖帮他忙。我说帮什么忙呢？菩萨啊，老祖知道了。老祖就开示了说，那位女菩萨
他是瑶池金母、王母娘娘的后宫，啊，一位。仙女，她守护后宫的鲤鱼，很多鲤鱼，啊，这个仙女好玩，就让这一些鲤鱼呢，就跑到世间上来了，跑到世间来，啊，游手好闲，所以她要赶快。下来，否则，瑶池金母会在这重罚。他下地狱，这很急，只有一位大神，就是王禅老祖，也已经下凡了，才能够救他。再过2天，这位女菩萨，她正好恰碰碎，拿了几包的碰碎来，在我医药社。老祖前面坐着，一直掐，底下，底下碰，掐的就像个王啊，很大的王，而且用绿色的碰碎，掐的王啊呢，真大的哦，差不多这么大，啊就这一个王啊呢，搞好老祖，不是把他叫老祖叫我把他晒在阳台，那是我在二楼，一二楼租的，二楼阳台挂在阳台，电梯，我也不知道老祖在演什么戏，那个女菩萨，盘坐的，就在。爬呀，爬完啊！他说要把这些啊鲤鱼精爬爬带回天庭，否则会在世界上遗害人间。老祖开始说好，老祖会帮忙。帮我这一位仙女，在3天内就要动作，时候，我们一起同修，老师你头壳有问题啊无？我老子都安尼讲，我就叫你走，结果第3天开始呢，疫情专案。有没有？其实他们一清专案，哦，一暝开始忙足些啦，所有一清专案家呢，忙真济，家的左边的孩子，那就是先从医护身上。这些鲤鱼精的灵，先给绑起来，带回西天的瑶池金母后宫去了。灵魂，把他的抓起来，所以孩子这些走偏的人，颠颠倒倒的人。自然就会醒起来，束手就擒了。所以台湾那段时间很不平安，结果就平安下来了，平静下来了。你看老祖多厉害！
所以我们一经大学，八卦圣城天图，那月我自己的学生，高中的学生，也是一星专案之一啊，其中的一条，解不会啊。哎呀，这世间的事情，都是在演一场戏，各有不同的天命，所以是这个世间的事情，我们也搞不清楚在演化什么。这都是从天上界而转到世间界，这是《心经》所开示的“色空不二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空就是灵魂界，色就是现象界，人都是色界，空界。灵魂界，所以现象界都是要有，都务必有空界来主宰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由空界的我、自我、佛性来主宰呀。所以每一位都很伟大。所以我们不能画龙扑虎嘿，不要瞧不起人，瞧不起人，有一天我就刚立他的替班。所以老祖在示现很多的案例给我们看，给我们了解去悟。所以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。各种的世间幻化、变化，老祖都会依时空的因缘来转做法轮。那么我们学习易经风水，也是在转法轮。宗教也是在转法轮，所以这个就是悬空哀心。悬空这立体交汇，到世间上，又回到天上界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在不同的时代里面，我们都有机会去投胎转世。转世到时候你要转世什么样的人，我们也搞不清楚。只等到时间一到，一命呜呼哀哉，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有的很快就会再投胎在另一个人的身上。百万黎明，烟波星空妙地形。在我还在从事测量的时候，在悟空的一个地方叫满刀郎啊，我测量到傍晚。到又在下蒙蒙雨，到一家农舍，香火，我一上哎，很客气的，提个水，喝茶，请我们喝，喝了之后，跟我讲一个故事，说他。几年前，
啊，因为很穷，向他的亲戚借了2万块，啊，写了收据给亲戚，后来他钱还了，要把收据收回来，亲戚就说掉了，他说你放心好了，我会把它撕掉。我这有一上，他就很放心的回家了。过了2年，那个亲戚拿了那一张借据，要再来向他要钱。他说我还你了，还了怎么没？还有收据在这里，我一直后面爱，啊，我一上来一走。那时候身上又剩余了几万块，拿给他，我还给你，你说我没有还，我再还你。啊，若是呢，怎么样？我还了，你没有还给我，啊，又要怎么打算呢？他亲戚说，若是啊，你还钱就还给我。我给你熬完，我一定做无做尾，把你拖，行你的脚。那好，他就把钱还给他了，再给他。啊，他在这一上养了一只母牛，伫厝边我去也看，去参观看一只母牛。哎，你就这样不牛牛啊，生一只牛仔，真大只，生出来就真高大，就开始去犁田，啊，那一下养犁田，这牛拢唔休困，一面拖一面流目屎，啊，那个。没有困，所以一上差一点肝病，劳力过度肝病。原来那只牛就是伊的亲戚投胎，牛我都会生的时也是傍晚，啊，一只牛仔都出来，伊亲戚刚那时就死啊，刚那时来。投胎做一只牛仔仔，啊，牛仔仔来看到我一张弄了老目屎，忏悔，所以做牛做位的拖，真骨力拖，拖犁，啊，甲人犁田，啊，人中道休困，伊唔休困。差一点把我一上拖到官兵乡去，接着投胎转世啊，现世报啊。所以我们同修啊，我们来往收据一定有形的立立掉啊，莫讲硬要老嘞。那后摆来，子孙啊要安那出头，你嘛唔知。所以这是一个教化我们、启示我们。啊，咱以后拢足有机会，甲人做众生信徒的公亲。啊，他们若是有。金钱来往，物资借贷来往，然后这个收据啊，一定爱写清楚啊。结束了，爱叫人爱烧掉、化掉、立掉去，免得以后业力现前，社会上又乱了。所以，我们各位同修。啊，这就是爱心，风水轮流转，
好坏过参半，啊，悟者你可以解脱，啊，若是不悟者，烦恼一定会到。所以这个也是哀心悬空轮流转啊，空界色界来来往往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即是这个道理。好，我们再来悬空哀心啊，日日是好天，日日是不好，怎么样是好，怎么是坏，这是我们修道学到的思想啊和人生观啊。所以哀心不好了，你要怎么来接好的啊？不好即是以我们的运能量有冲突的时候就是不好啊，没有冲突的时候才会与大自然融合为一，即是好运了啦。好，祝福各位。